我是侯冠言，我今年七岁，我要背心经，预备开始。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心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色力指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色力指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身身意，无色声想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生死不虚，故说多般若多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般若揭谛，般若僧揭谛，菩提萨埵诃。人人行善好，世界更美好。